在家有没有乖乖的啊？ 晨晨，哪儿呢？你同好想吃兰州炒饭的说。吃个鬼了！我今天不回去了。What？ 你要在外面过夜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莫非？难道？你该不会跟那个混蛋在一起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完了！我就知道！ 晨晨居然跟这个高人渣复合了，不会吧？你被吓蛊了是不是？千万别被渣渣哄回去啊！闭嘴！你懂个屁啊！这傻白甜，以后也等着被家暴吧。你姐姐，你今天吃火药了？ 你跑的怎么这样啊？考虑，你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？关一辈子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时间久了，他们总会发现的。 你放心，他们不会来找你。为了纪念复合，我们去长途旅行了。回见，可可。那之后呢？时间久了，他们肯定会怀疑的。晨晨，我相信你会重新爱上我，到时候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。 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你不在，我就只能吃这个。嗯，吃吧吃吧，可可。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，一定是在给高人渣做好吃的。 不对呀，晨晨姐从来不说可可的，一般都说呵呵或者嘻嘻啊。是吗？嗯，而且他不是超爱发表情包的吗？怎么没见他发了？是啊，这个表情控居然没发表情。 所以综上所述，晨晨是被绑架了吗？<笑>难说。那个渣男什么做不出来啊？你们知道吗？现在恋爱暴力很可怕的。嗯，对对，我这两天在新闻社熬夜，就为了这个。我们学校有个男的跟女朋友分手了，一气之下把他女朋友裸照发朋友圈了。变态！你们最后一次见晨晨晨是什么时候啊？ 记不清了，我从家回来之后就没有再见到他了。我昨天晚上在新闻社睡的。哎，我最近都忙疯了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冰箱里的饮料是周二的，他动都没动，今天周三，最少两天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两天没回来吗？你在学校有没有见过他？
发现什么了吗？肯定会有蛛丝马迹的。是什么？不知道。 不像被绑架，完全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晨晨不爱吃虾是吧？嗯，是的。小纯纯带回来了你最喜欢的大虾子，羡慕吧？完蛋了，怎么了？大虾子是什么鬼啊？ 你好歹说个大龙虾、小龙虾、醉虾什么的吧。我发的太土了，肯定被发现。那个，晨晨姐她男朋友应该知道她不喜欢吃虾吧？不是说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吗？嗯，是吗？ 羡慕死我了，磕磕磕。 出事了，怎么办啊？报警吧。现场能受理吗？现在除了虾没有别的证据啊。知道那男的住哪儿吗？晨晨有写日记的习惯吧？有，我知道。可是被锁了怎么办？ 你再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笔记。哦，你再看看他的微博、微信。哦，密码多少啊？嗯，陈姐生日几号？6月7。不对啊，1024，他们俩分手那天，他说他荣升了。哎，也不对。 微信都看了，没有什么可用的线索。每一次考验都是有意义的，上帝不会给人们不必要的痛苦。单身也要做公主，用更多的时间提升自我。晨晨，分手快乐，嘻嘻嘻。没错。 两天前还没想着和好呢，韩一彤说谎吹牛巫婆，最讨厌了。说话那么难听，还说那叫直爽，呵呵哒，活该没男人要，祝你一辈子老处女。要不别救了。 老实点，一份寿喜锅和2份饭，没错吧？嗯，对的。看什么看啊？家里养了条狗。那锅我1个小时之后再来拿，1个电磁炉和1个双耳锅，押金400。好好好。 祝您用餐愉快。好好。你还真是不老实，啊？你说说，我要怎么惩罚你啊？要不要我给你洗个热水澡啊？啊？ 这是河西 CBD， 在城西。对对对，
他们俩经常去城西的电影院看电影。走啊。坐后备箱非挤着，师傅开快点。好嘞。哎，你说你催师傅干嘛？催师傅干嘛？香，真乖，啊！来，不吃啊？不吃是吧？不吃，给你洗热水澡了啊！来，啊，嗯。姑娘，你们是去捉奸的吧？好好教训那对狗男女，加油！到底在哪儿啊？Ha ha ha!
你老实点啊。谁啊？你好，我来收炉子。你刺我！你往后退！你杀了我吧！别逼我了！